这谁呀、啊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佳琪。哎，对对，佳琪呀、啊。健康那个、哦、健康食品。健康食品对。嗯。哎，佳琪，佳琪老大嘛。对，佳琪老大嘛。女生的里面她最大。啊啊啊！讲了四个多月了。哦。你站起来了。哦，站起来了。那你从美国回来啊？你住哪里？我住中和，他一直都在台北，都在台北。对，毕业大学之后就一直在这边啊。哦，好好好。你在跟卞奶奶玩，卞奶奶，可不可以叫卞奶奶？哎呦，你妈也是很少回来啊。你妈很少回来、啊。嗯，比较少，因为比较忙。真比较忙哈。对、啊，开餐厅比较忙。对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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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、啊。下辈子卞奶奶。嗯，嘿嘿，好乖哦。他喜欢你上面的亮亮的。哎呦！这几天天气冷了、啊，天气冷了、啊，下雨呀、啊。